所谓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屠。老井如果今天在的话，看到方医生一定高兴死了。谁那么胆大包天，竟敢改变天意？查遍了记录，却不见他们的踪迹，他们俩应该还逍遥在人间。老马大牛，竟然是你们！阴错阳差，明天晚上9点，八频道迫不及待想看本周的阴错阳差剧集，你也可以上 Toggle 免费优先观看。